种树需要时间，砍树却只要瞬间。砍一棵树很快，对，尤其现在工具的进步，我可能一秒钟就解决了。没错，种一棵纪念的树，让美丽的回忆和树一同茁壮。我们送走爸爸那一天，我就邀请妈妈带我们全家族种一棵爸爸纪念树。社区改造竟然可以吸引单日数百人的观光。我一届哦，哎，从一般的八台游览车来一下，过百人呢，过百人啊。欧洲人在地图上铺了一片绿色的地毯迎接千禧年，台湾人当然也可以一起种树，更种下浓浓的情感。我希望未来能够去把这些经验传承给很多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个伙伴，让他们未来是用合作的方式再继续完成这件事。每个星期天晚上八点，绿色幸福学，让我们一起学幸福。